有没有觉得我手部变大？有啊，我嘞？嗯，还好。我跟你讲，什么？你吃西瓜不要放保鲜膜。那为什么？哎呦，保鲜膜里面有很多细菌哦，你会死翘翘。我每天放没有剂嘞。最近那个男人老不舒服啊。不知道卫生棉跟卫生棉厂会致癌吗？他说那个里面的棉花会致癌。那个不是棉花吗？是吧？你疯了！地上的果汁有好多农药啊，大江上都要我们死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在干嘛？这个是我很喜欢用的 APP 哦。他来偷你的资料，然后假装是你啊？怎么可能？ Hell no！ 我再打电话给我自己，你看，好可怕、哦！哎，你不能喝红酒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红酒会让你得罪哦。好啊。水洞趴有机红酒。让你日日喝，月月安，怎么喝都喝不醉呀！不要忘记要订阅哦，要不然我们会永远要当篮球的。谢谢。对啊。